来注意到这里谈到，我们各牌两张牌，哎，这个状态是很不一样的啦。一张呢是不同兴趣，一张呢是你的美女的兴趣，这样子。同一个人是摄影师，请问一下，你喜欢正常的兴趣，还是我们美女的兴趣？很大哥，喜欢正常的兴趣，说不中的吗？对，想好就不能换哦。来试试看，究竟是不是呢？哎、欸，什么意思都觉得呢？这是你是不是要真心换？但是喜欢正常还是喜欢美女的？喜欢美女的，美女的差。果然嘛，你看看现在台湾变得顺时钟又短，这个是不是啊？另外变成什么？那是会变的。希望你喜欢这件。好，这个我说很瞎的人。我稍微想一下，大家看懂我在表演什么？我稍微想一下哈，为什么会输入这个历史的叫做频闪效应？频率的频，闪电的闪，频闪效应。那、啊、如果你打那个在 APP 软体里面也有，你打闪频效应或频闪效应，然后它会那个闪光，它会出现一个闪光，每秒闪电闪动几次。但是我发现它最高最多好像40次到50次，一秒闪动50次而已。但是这样子不够，因为它有时候转的速度过快。好，我稍微讲一下什么叫频闪效应。哎、欸，大家看到电风扇在转的时候转，明明顺身转，对不对？转得很快的时候，赫然间哦，哎，变成逆身转，包括直升机那个叶片哦，在转的时候转很快，对不对？半直升机掉下来了，但是怎么感觉直升机叶片怎么没有动呢？这样懂我意思吗？那为什么这种现象呢？就是自于战斗现象，也就是频闪效应。那什么叫频闪效应呢？我举个例子哈，就是说。我本来应该假设我用这个手指头来看的话，例如我看到这个影像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它转很快的时候，我看到影像应该是这样：第二个影像，第三个，第四个，第六个，第七个，第八个。要回到这一点，我们只能观察到一个部分。例如我看这个，你会发现它只看到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没有看到整面，不可能嘛、啊？因为视觉障碍在里面，好的现象，我们能接收到的光啊。啊、是有一定的那个 range 一个范围的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只能够看到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这样一个点、一个点，看到十种现象，你会看到什么面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广告里面不是一个很瞎的嘛，一个警察问那个喝醉酒的，他说：“哎，你看那都有几根手指头？”啊，那个喝醉酒就说：“好几根啊，那就被抓一关了。”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喝醉酒不是，因为他看起来好几根嘛，他不是废话，反正好几根，你看到一根才怪，对不对？你看到好几根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觉得这个网络收瞎了吗？然后一样道理哦，一样看到1、2、3、4这样慢慢才会回来，对。但是问题它转太快了，所以它出现在这边的时候，你看不到这一格哦，看到这个顺身转的一个那个影像，你看到是看到下一个单一跑到这边来，它肯定到2圈、3圈、4圈以上了，所以你看到影像是在这边出现，第一个影像，第三个影像应该怎样出现在这边，结果它又出现在下一个逆身的反方向就对了，所以你会看到它是逆身转。这样来的，这样能够比较容易了解。再讲一遍，我们理论上会看到这样的影像，我们不可能接受到所有的影像，不可能的事情。哦、我们只能看到其中，例如我像手转那么快，只能抓到1、2个影像而已，看懂吗？那理论上是要1、2、3、4个，我就要到这一点，又回来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回来。但是问题是，要转太快，转太快，我们眼睛接收来不及接收这样的讯息。例如说我们的闪光灯，对不对？好，例如这个交流电，它每秒钟闪动60次。对，就是每秒钟，一秒钟闪动，要闪动60次，那闪动就是没办法分辨它在闪动的，因为已经超过我们的视，又由于视觉障碍的现象，所以一样道理哦。我看到这一点，到这一点，然后回到这一点，就不是我看到这一点之后，应该看到第二点在这边，可是这一点没看到，因为它转不到 N 圈的啊，因为转太快，所以你会看到第二点跑到这边来，在这一点跑到这边来，我就两个人，懂吗？就感觉它是逆身转，啊，是这样产生的啊，明明它是顺身转。那是因为我眼睛接受的讯息是告诉你逆时针转，所以它骗过你，这样的话，所以当光，你看，啊，当光，你看在转，其实当然转很快，因为赫然发现。还有方法就是说，如果这样看不清楚，就那边点一个立可牌，这边点一个点，立可牌啊，这样点一点，这样就好了，白色的点一点，那什么都可以做个记号也可以啊。那当你快速旋转的时候，你发现那个点就这样出现，一段时间之后又转回来，转回来，看到点吗？那这种就是频闪效应的结果，啊，其他就是视觉障碍的应用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那后来其实我们要玩一个东西啊，因为这个曾经我跟几个教授讨论过哈，他们都有些教授啊很奇怪，不认为它是共振，它真的是共振啊。那这种共振就称为机械共振啊，这是有专有名词，可以查那个维基百科上面都有写。那接着怎么办呢？我们想办法用折，等一下发去啊，一张纸就好，一张 A4 纸就好，把它剪成这个 V 字形，用这个来照，来想一办法调一下。
帮大家一个影像哈。好，看我怎么做哦。好，这个很简单，证明它真的是机械共振。那等一下放给大家非常了解的。